历史是由现在和过去不断都在交织而成的杂汪汪 Sugar， 大家吃饭是配什么呢？我本人是吃饭配电视的。在30年前，台湾只有老三台可以看，那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说你家有没有装第四台。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单挑台湾综艺节目史，让我们欢迎通告女王邵慧姐。哎呦，我就是古锥坚固、搁耐用、好耍、搁袂看的杨秀慧。其实我刚刚听不太懂了。你听不懂台语哦？哪一下讲你？哪讲你还讲客的呢？我安子说，安子说什么呢啊？哎呦，落地当然怕。邵慧姐出道多久了呢？出道哇，不可考了。因为我跟你讲，我从3岁就跟我爸爸一起跑歌厅啊。我小的时候，如果有缺那个童星要演戏、他们就会把我拉上去。从3岁到现在56岁，那你是闺女啊？你几岁？我25。25，那可以生出来再挤进去，再生出来生两次啊！邵慧姐是赞的 ，YouTube 都想请你啊！谢谢各位年轻朋友们，罗庆祥哈，这么疼爱秀慧姐姐，感谢你们，大家多发财，太子看到翁翁来哈，谢谢谢谢。真的好厉害，没看到哦，人家播到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跟秀慧姐一起单挑台湾综艺节目史，这就是本次的计划，开始。第一阶段基础题，时间内写白板答题，答对一题得一分。啊，秀慧姐，啊你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，你要写作文也可以。第一题，70年代是秀场的黄金时期，秀场也是现在综艺天王天后的摇篮。当时有一句话是北张飞，中行峰，南圈圈，请问南是什么？我不能用他头看。哦，秀慧姐，这是基础题耶。对啊，3、2、1，是不是？答对。耶、秀慧姐有跟这几位主持人合作过吗？说实话，那时候他们站在红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小歌星，没有办法跟朱大哥他们在一起。其实有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综艺大哥大姐都是从秀场出来，胡瓜、彭恰恰都是秀场出来的。第二题，歌星一直是秀场的票房保证，当时的歌星只要出演过某个节目，身价就会翻倍。这个节目也是台湾第一个歌唱节目，请问他是？哎呀，不知道，你当我自己靠嘴也不好。啊，你选好了没？恭喜答对！你很会呢，你看25岁群星会，你还是一只虫。他也是第一个用彩色播放的节目。是我们台湾电视公司第一个歌唱节目《群星会》。啊，秀慧姐有没有上过？群星会我老可怜啦！我如果上过群星会，可怜你起码我都跟我讲话用白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不会那么老啦哦！拍谁啦？快进拍谁啊？帮帮忙！第三题，1996年《Hook》诞生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猜也开播，请问第一代男主持人是谁？嗨呀，怎么没想到名字啊？这可能要想3天哦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哈哈，不是吴宗宪呐。写错字会不会扣分啊？啊，不会啊，不会啊，我们朋友一场啊，有缘。他是都演8点档比较多啦，其实很少人知道他是第一代的主持人。第四题，爱情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，请问？台湾第一个邀请未婚男女上电视相亲的交友节目是什么？那种民风很淳朴，所以有这个很惊人。啊，你写什么？我写这个。啊，对嘞。我写这个嘞。我爱红娘，红娘爱我，大家请友谊的桥梁。我就是一直在想这 slogan， 那这名字。陈春华。啊。你会不会放弃原先的这个投资计划，而将这笔仅有的钱借给女朋友的父亲，来帮他度过这个难关？我爱红娘，红娘爱我，让我们搭起友谊的桥梁。哎，我真的忘记了，因为我以前真的从小就在跑码头，很少看电视。为什么要跑码头啊？问丧喜庆啊，有庙会啊，以前有工地秀啊，这个就叫跑码头。哦，工地秀。对呀。第五题，第58届金马奖颁奖典礼由艺人林柏宏首次独挑大梁担任主持人，请问林柏宏是从哪个综艺节目出道？慧慧姐，我们已经进到21世纪的题目了。林柏宏旗下的。哎呀。哦，帅不？哎呀，到这个综艺哦，这个应该是。陶晶莹很多艺人从那个出来。
没有这个节目吗？应该中国好声音的，我是中国。哎呀，不要计较那么多了。那都在跑码头了。马不停蹄的，嘿啦，哎，多多包涵哦，林柏宏拍什么？真的有很多人是从超级星光大道出来的，对对对对，刘佩也是。第一阶段结束，第二阶段困难题抢答制，答题前要吃掉披萨。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披萨，呸！困难程度会大幅提升，而且题型会有变化。哦、真的答不出来的话，可以举手，小帮手会给提示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温良恭俭让就丢掉。好，好，答错会有干冰哦。不要碰我脸，我靠脸吃饭。第一题，请问照片里的人是谁？张小燕。哇，小燕姐小时候长这样、哦、她童星出道的，她以前就演戏童星，很厉害。第二题，这张照片在宣传什么？歌厅的那个海报啊，有点像电影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当红的都放在最上面。以前哦，他们那个歌星哦抢排名，看谁的照片最大，你就知道大牌在哪里。上面都是大牌，大牌会抢什么？唱压轴，如果不是唱压轴，有的在后面就会玩 gay 玩起来哦，跟圣诞晚会一样。对，以前就会这样子。而且那时候是不是歌星也都要扛票房？当然是要扛票房。那票房好的那个，那时候都会有流氓寄语，比如说你很红，对不对？嗯、那你只要来我这边，我就会爆满嘛。每次我要敲你都敲不到。如果是我是大哥，我就觉得你是很故意，是不是？哦，扁钻就要来。对，扁钻伺候，要不然就花生伺候，有个票票。第三题，照片里的人是谁？红红红，对，我知道他教会的前男友。那时候唱那个《Jackie Show》说红到一个半边天，就会感觉最帅的是谁？长大跟他嫁给他的啊，我只有喜欢秦汉。哦，秦汉哦。嗯。标准问题，嘿，就慧姐心中觉得这个人很棒，为人处事也赞的人是谁？美凤姐。哦。从年轻到现在都很 nice 的一个人，然后面面俱到，那人超好。感谢各位贵宾大家好，我是美凤啊啦。美凤姐以前在秀场多辣、啊，穿那个哦暴露装，真的真的。好，第四题，请问这个团体是出自哪个节目？今晚谁当家？答对。我知道大嫂团，可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组成的。那时候就是很流行大哥的太太出来上节目。大嫂团里面那个讨厌人是谁？下列照片中有几个是主持天后陶晶莹？他先吃五个。对对对对，他很厉害，但是学历很高嘛，口齿清晰，他独自主持的风格。老公很帅。对。那秀慧姐她想狠狠爱一场吗？每个人都会有想谈恋爱的冲动啊。问题是我没有谈恋爱，一天到晚给我乱写，马国贤、白云、陈文山可以有下一位吗？是不是？我的命一定要跟白云这种烂货吗？啊，我一定要跟马国贤这种未老先衰的吗？啊，最可恨是他们两个都小我五岁，看起来好像温老北，我跟他结为连理，我裤子脱得下来吗？谢谢小慧姐的分享。静待小雪，我想想。伯恩很帅，可是伯恩有老婆了，我等他离婚。啊！所以我说最好不要离婚。我等他离婚，我等他离婚，我等他离婚。啊！可是他真的很帅。下面一大包，小雨姐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真的很厉害呢。伯恩是可惜一点，太矮，但是他有那个脸庞，矮没关系，我可以。哪个是综艺大哥大？张飞。好妖嘞！一吧，不可答对。第三个是五官阿北吧？第三个是狮子合唱团的蒋劲腾的朋友。我要讲一件可能年轻一辈不知道的事情。张飞的弟弟是费玉清，他们的姐姐是横竖法师，他们家很会生小孩，一个综艺天王嘛，一个小哥嘛，然后一个法师。对，文武全才啦。费贞玲他都是唱最后一个，有时候他就走。
啊，那一天他就没有走，就留下来看我们演戏。演完之后，他就来后台，他说：“妹妹，你很会演戏耶，为什么不去电视台演呢？”我帮你介绍。哦，搞不好我老早就红了，我干嘛现在才红？都挺很红的那一阵。唱一个瘦子哎，不知道你是什么等级的吗？真的，瘦子等级耶，真的啊，美人胚子啊，好呀，人真的好哎。飞哥跟小哥，你喜欢哪一个？两个我都很喜欢。请问这是什么节目？春夏秋冬。我是可爱的如风中，生出是古锥啊，淡薄啊，爽啊，飞龙，飞龙，飞龙，肝脑筋动。那时候这个也很红。我看了这个，我想学吉他。对，他们那时候应该赚很多钱。但是拍电影。我也问他啦，我说哥哥，你为什么生活要把自己搞成这样？理想，人如果为了理想，我就没办法。对啊。而且他都用他自己当主角，不要看啊，要不然你就拍 A 片，可能会比较卖座。秋姐帮我们喊话一下，我又想要问正统恰恰哥要不要来？碰头很好，约他他就来，尤其女生多的地方他会来。请问这是什么节目？漂亮的男人，地球上最强的男人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公主白。五五六六正红哎，亚洲天团，而且那时候西街少年什么都是五五六六在演。哇塞，你真的有在看呢？小时候想嫁给孙学志，真的。我现在讲是麻衣耶。对啊。啊，麻衣以前长这样哦。他左边呢是谁呢？那个啊，王道啊。哎，我真的很不会记他名字。比如说去 KTV 要叫明道，大家知道吗？请问这是什么团体？黑豹妹妹。为什么不是？为什么不是？黑豹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我有唱过他们这首歌。还不赶快就要被扣分？哥姐，你穿这样，你真的很努力，是不是？唱跳歌星呢？秋姐，你辣起来也是没在输的。啊，当然啦。请排出娱乐百分百历代主持人顺序。应该是四二一五三，啊，对不对？答对了，太感人了呢。其实我用猜的呢。对，那小 S 是第三任，罗志祥第五任，嗯，郝选第八任，潘君伦第十一任，秋风则第十六任。请问照片里的人在做什么？啊，对，你说啊，你说，汤鸡小本本。要写秘密啦，那也可以现场请你写个秘密吗？好啊。最不想出台或一起拍片的人，还是这个没在怕，可以直接讲。不是有点怕。这样看得懂吗？我很感谢。真的？那看我。我真的完全没想到。各位，我现在在你面前就用碎纸机，我们碎纸机买很好。啊，真的哦。影片的请上。请问影片里的人是谁？太太亲啊，还用问？有没有看一下？很辣耶，那时候台湾埃及艳后，真的，而且人又漂亮。他唱什么歌哦，都是那一的。他唱阿兵哥的歌也是那一的。在我们的肩上，那个很雄壮威武的歌被他唱到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崔太清有点带起歌厅秀，因为他那时候是大咖，对啊，还愿意下来，就代表很多后面艺人也都下来。第二题，请问影片里的人是谁？刘文正，他很会那样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很扭哎，对啊，很多少女的偶像，一定是，我觉得。请问这段影片是出自哪个节目？分手擂台。对啦，这个我有去上过，你知道吗？超吓人！那时候我去上就是那个啊，来只狗的那个惠慈。啊，惠慈。啊，你们边笑。边笑啊，要说哎，你们不要分手，要演得跟真的一样。然后其实很想笑，捏大腿，用靠腰，这太悲惨了吧？为了钱好啊。脸皮要绷紧一点，不要笑这样。这个影片挑很好，我最喜欢雨伞精，雨伞会讲话。我的命怎么会这么衰？很瞎，你看那个林演，他演得很不像，有没有？请问这段影片出自哪个节目？啊，综艺大热门。秋姐，我们现场有准备墨镜，可不可以麻烦你重新演绎一下这个经典？耶、yeah。你来纽约，呸！别踩！
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披萨，干！披萨，披萨，很好意思，还用我纽约的名字，披萨。好了，所以今天我发现你都会办两个八拍，所以罗俊硕才会唱不下去，唱到自己都要偷笑了，有没有？你们看到这个已经是最好的，没有再比这个更好的。以上答题结束。耶、yeah! ！那谢谢笑慧姐来上我们的台湾综艺节目是。是谁啦？我最近也常常跟一些 YouTuber 合作。现在年轻人真的很厉害，原来网红的世界是这么无远佛界，这么厉害呢。笑慧姐的粉丝团在这里，大家在等什么？快去按啊！下礼拜就是过年了，希望大家看这支影片的时候，也可以跟家人一起聊聊陪我们长大的电视节目。那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还有什么问题来啊？最讨厌的星座，喷我吧。